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网友说要我给做一个棒肉啊，是那个80年代初啊，还有呢这个菜，这个菜呢就跟蒲棒里脊做法应该是大同小异，这个就不用拍粉脱蛋蘸面包渣了啊。做的呢，这个叫棒肉，像什么似的呢？像香肠那么粗啊。大致呢有15公分那么长啊，现在呢跟我一起下料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来，咱们一起做。这个我把这个边角料吧，方才让我给剁了一下啊，这个再放上点精肉，大致呢配到一块是8两吧啊。这个呢是网友说呀，是那个结婚包桌啊，那个把那个肉啊棒肉炸完以后完切成片摆盘那种啊，我做的就是那种。这个菜行点完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个今天才倒出时间做这个视频啊。剁碎2个鸡蛋啊，打散。放入白面，淀粉比例一半一半就行了，再加入10量的水，把这个面和这个淀粉鸡蛋搅成粥糊状，少加上点水，朋友们啊，看这个糊呢，就是一会儿要做棒肉往里面挂的糊啊。这个呢，肉馅呢必须是三肥其瘦的啊。我今天呢这里头没有肥肉了，就不加了啊，你们知道就行。1斤肉3两肥的，就是盐、海鲜酱油、鸡精、花椒面。葱姜就不用说了，都看着了。现在呢要把它调一下拌均，把和好这个糊放了一半，就是要用手了，调到这个程度不可以啊，得这么拽打一会儿，拽打5分钟。你们看啊，把这个肉最后拽到这程度就可以了哈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呢放在砧板上啊，放砧板上，这样按成扁，用刀分成4份，好，就按我视频这个做就行啊，下料比较标准，等待油温啊，60就可以下入这个棒肉啊，这不像擀面杖似的啊，这个棒而不是蒲棒的棒了，蒲棒的棒没这么大了，这也是过去那个厨师啊，就是没有上席没啥做的了啊，把它弄出来了，琢磨这么个菜啊，一般菜谱你还真找不着，没有。朋友们啊，看一下这棒肉现在这个大致形做出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就是我们当初啊做这个活的时候还有那么做的，这个肉啊比如说放1斤啊，红薯淀粉啊放里半斤，高水烫一下子啊，然后掺到这里，完了再掺上这个红薯那个水泡的那种粉啊，这么烫的是半斤，那么呢是半斤，是这生粉是半斤，烫熟的半斤啊，掺到这里，那一种吧是属于吧就是糊弄人的办法啊，这个呢是原始当中啊做就算精品啊。现在呢看啊，把这个糊往上一倒，
让这壶呢自然垂下去，俩手是这么托，俩手这么托，捋过边往里一下，这样。这就是过去啊结婚包席红白喜事啊做的那个棒肉，就是这样的。温度呢始终保持在3至4成热啊，不允许过高。最后呢升温的时候我再告诉你，这么囤炸是炸5分钟。朋友们看啊，这有1分钟了，不到2分钟啊，这样看一下。你动一下这木地吧，你看它不打弯了吗？你看那边是贴的勺，有没有那个可能糊了啊？要记住看一下。我们那个年代做的时候吧，还有使色素的啊，说这棒肉吧，放点这个黄色素的，还有放点红色素的啊，还有呢，拿那笤帚米啊，拿那笤帚米蘸着色素，这么往上一拉一溜红啊，要不拉一溜绿色的啊色素，这都是说啥呢，当时那种美化，没有啥啊，没有啥。这个菜呢就是现在吧，不说绝版了也差不多没人做它了。咱们呢为了就怀怀旧啊，找找老的感觉啊，这今天做这个菜啊，这个朋友网友也不知道是看没看到，这个点完好像有1个多月了，今天才做上。好了，在这里浸炸啊，再浸炸3分钟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就炸好了，浮起来了。再看一下，外面是比较脆的，现在啊拿出来得凉个5-6分钟，然后再切。要是上席的话那必须凉透了再切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现在没凉透啊，应该凉透切。这也就是说让你们知道一下叫老式的棒肉怎么做。好，我再摆到盘子里。好了朋友们，就是这样。吃的时候呢带椒盐啊，带椒盐上桌就可以了。说什么是椒盐，可能要新朋友吧就不知道了啊。我这拌好的这叫椒盐，带它上桌。要如果现在吃这个哈，你就买现成的番茄萨斯或者叫丘比色辣酱蘸着吃都非常好啊。好了，有什么需要呢网络给我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